明白吧？是不嗯，是？哎，好，这个是考级的一个练声曲啊。你要考五级的话，就要考一首练声曲啊。原来是一首，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两首了。反正五级一共就八首，我们都得唱啊。好的，今天第一次唱。第一次唱这条练声曲，咱们试一下啊。嘴巴张开就唱呜。是的，你看它上面的连接线，那个大连线就是一句。我知道。哦，嗯，知道吧？不要换气啊。好的，再来啊。吸好气，我一弹你就吸好气，走。混得很好哦，啊，这假声混得不错，但是我希望你再把气再吸多一点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用你最大的气息啊，不是用最大的声音，是用最大的气息，走。走。别的音的地方不是很准。好，你看第一句，第一句有个底下有个 p， 那什么意思啊？声音小。对，弱一点，是不是？到第二小节呢，是不是渐强渐弱呀？嗯。对，好，我们就来做这一句啊，就来做这一句。走。哎，你看我都说走了，你还。没有吸气，走。哎，重来，我弹错了，搞不关心你了，走。
这句刚才我们唱吸气的地方出了问题，应该在哪里吸啊？第二小节的最后一个音之前来走，是不是？好，听着啊，走，来，预备，走，好的，瞧，吸气。要练上去，回去好，我给你录下来了，回去你就听，好不好？听一听，下节课你就会了，好吗？好的，我们来唱这首一定要考的啊，这首一定要考的，明白不？你是47页，因为我这个是老版，我这是这本书就是原来的，它今年改版了。今天改版了，你是47页。我一定得考这个。嗯，一定得考。来，就这个调啊，预备，走。美的三周没上课是吧？又把上节课东西又忘了，明白吧？上节课和上节课挨得比较近，所以那两节课你就进步了。然后这又这么长时间没上课，又忘了，不能出那种声音。不能出那种声音，一味的肉不能出这个啊，就用刚才咱们练声的那个，然后要做好嘴型呢、啊、嘴型一定要做好，像唱歌的样子，不是说话的味的肉，不是这个，走，看着我，味的肉嘴巴张开了，然后声音控制了，所以呢，喉咙的音量就少了，好棒的！还来哦，再给我夸张一点，好，放松下巴，放松下巴怎么放松啊？我们不会放松啊，大舌头，哦，流卡喇子了，大舌头放松了，你想着啊、哦，你想着你的大舌头，
对不对？你先不要管它字咬清楚没咬清楚，字我们回头再说，你先把声音搞出搞对，走。好的，美的美的出这个声了，美美的美的美的，哎，走。美的美的都会在未来，美的 sunshine 无论哪里 rise， 美的美的 something of the day， 积极一点啊、哦，我看看，就到这儿了是吧？第一段，嗯，完了就是转调了啊、嗯，升高一个调。好，这一遍我听到你这个声音就小了。还有哦，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，为什么要唱歌呀？你是不是要给更多的人听到才叫唱歌呀？你的状态哦，我说你的身体的状态要像给好多人讲这个事儿，讲这个故事，所以你的状态是不是要更大一点啊？不像说话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好，还是这个调，给我讲故事，走。美的升高调了以后，明显的感觉要用力气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走。没有的。是不是躲气了？是不是躲了？是不是累了？我看看你的，走。没有的。词两段你基本上都能够唱下来啊，就是第二段由于升高了调，所以需要用更大的力。对，刚才用腿了没有啊？没有用那么多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我考试要考好几首歌呢。